你知不知道我早上中午都没吃饭？我这么瘦，万一骨头咬散架了怎么办？不是这个舞蹈，我根本就不会呀、啊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九九三这么多哥哥，我就不相信没有一个喜欢我的。不都是说有的男孩子喜欢那种小鸟依人，就是没有力气的那种女孩子吗？我跳其他的舞有力气啊，对不对？看到没有，公屏上说了，好多喜欢我的，我还是有人喜欢的。来给你们跳今天的第一个啊，我跳舞就是没有跳过那种就是特别那种。不喜欢也没有关系嘛，不喜欢我们九九三24小时那么多美女，总有一个你喜欢的。你要都不喜欢的话，那我只能说一句，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就是说，注定孤独一生。力气，其实我很有力气的，但是就是因为我的手太长了，你知道吧？就是感觉甩来甩去的，我下次穿长袖的衣服就好多了。就是我始终是相信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就是说不管曼妮你跳舞跳得好不好，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，和你跳舞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然后咱们选一下啊，选一下一个舞蹈跳什么？第一个是 something， 第二个是加州女孩，第三个是短发。something 加州女孩短发啊。
我们屏幕捕捉一下。三、二、一，第三个呀，跳短发是吗？那好的，那就给你们跳一个短发吧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我的兄弟们，我看到我家人了，我看到了我家人，还看到了我师门的人，你们要帮我，要帮曼妮啊！嗯，然后我来跳个短，我来跳一个短发啊，我来跳一个短发，可能跳不完，然后。昨天洗的出汗了，热死了。这首短发你们还喜欢吗？这是我自己的房间，是我专用的。然后这一时间我要请出来我的搭档，跟我一起尬舞的主播孟涵，大家掌声欢迎一下孟涵。大家好。刚才哪位哥哥说要穿裙子啊？我们家孟涵现在穿了裙子了啊，就是你们公屏上可以走一走色色的表情了。哎，孟涵，就是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厉害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现在已经难不倒你了，好烦啊！我不等了啊，那个我等等，就说
正儿八经的，我是玩不过你，我给你玩点不正经的。我的心被爱颤抖，颤抖。曾经你是风雨中，我爱上了寂寞，寂寞。摇落叶的心头，枯萎了所有。娘姐，啊哈，哭着让你哥看最美的烟火，娘姐，啊哈，可以向你哥看最美的烟火。城市中牵手，我的爱为你颤抖，肯定的。离开多少风雨后，爱上唱情歌，必须的。你夜夜的心动，我真爱的所有，压穿的毛了，自然给的诱惑。我唱，我总结情歌，在渴望的天空，哎呀妈，有美丽的颜色。我唱，翅膀。我的爱为你颤抖，颤抖啊！离开多少风雨后，我爱上唱情歌，必须的。你是夜的心头，我真爱的所有，是狼狈的忧。我唱起了去啊！好了，没了，还有133秒的时间，我再给你来一首。这一首你不知道啊。哎，我的家人在哪里？在我公屏上扣个一，给我看看我家人在哪里？有家人吗？好尴尬，还是有的。哎，热死我了。